我顿悟了，这就是噩梦里的五行五会吗？来，感受一下两个小哥哥共舞五星级的噩梦级人机，不是噩梦级舞会，感觉怎么样？准备，来感受一下五星级的歌曲。哇，来到我们新的这个星空舞会的一个环境，是真的好看，美轮美奂，梦幻绝伦。就是两个小哥哥好像稍微哪里有点怪怪的，这两个人手牵手，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一二三四五，五星级的什么探戈，我还没看明白呢。开始啦！我去，怎么还有蓝色的往上滑的？哎呀，不是，这电脑上根本没办法玩呀，这。算了，放弃抵抗了，咱们就这样看一下吧。我的，等会儿，我发现了，他们这个圈出现的好像是有规则的，你们看，好像是呈现一个圆形出现的这个规则，对不对？所以好像噩梦机对咱们来说，好像在电手机上玩并没有那么难。你看，我就这样用鼠标在上面点也行，你看是不是？你看是不是？它好像是呈一个曲线出现的，你看，就手就一直用这个弧线就去点就行了。你看，哎呀，还有滑行的，这蓝色的是绿，蓝色的是滑行的。哎呀，做最后的挣扎吗？五星级的好像是最难的一个舞会了吧？不行不行，我发现了，舞会只能在手机上玩这种难度的，这手电脑上根本没办法控制。建议后期可以把这个优化一下。跳完了没？我怎么感觉每一秒都是对我的煎熬？跳了个 C 加，最低是不是就是 C 加了？我太难了，老铁，最近我压力很大。